国王宝强上快本，观众却被马赛克掉了，难道少儿不宜？在上一期的快乐大本营中，嘉宾阵容可谓是非常的豪华，光影帝就来了好几位嘉宾，里面有黄渤、王宝强、张艺兴等等，特别是黄渤与王宝强的一些对话，更是将这一期的快乐大本营推上了高潮。黄渤、王宝强上快本，但节目录制的时候发生可疑件事情，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异议。什么事情呢？当明星们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的时候，镜头被拉向了观众席，这个时候镜头定格在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的身上，看来摄像大哥也是非常喜爱美女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美女观众的眼部往下，以及她的双手却被马赛克掉了，这又是为何呢？难道少儿不宜？网络上的狼族曾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阅尽天下动作片，心中自然无马。什么时候马赛克也被搬到了综艺节目里面的女观众的脸上呢？答案你绝对想象不到，美女观众脸部被打上马赛克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她的手里拿着一个儿童不宜的东西。从图片中我们不难看出，这名美女观众将她手里的东西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是什么东西如此的儿童不宜，居然会被快乐大本营打上了马赛克？嘻嘻，这个小编也不知道，想知道的话你要去问这位美女观众。其实湖南卫视的这一举动真是非常的不错，现在的一些综艺节目为了吸引人的眼球，他们的下限已经变得相对来说较低，湖南卫视的这一行动在综艺界无异于刮起了一股清新的风。当然这种行为并不是湖南卫视才有的，